我那床可软，你要不要晚上试一试？为什么要等到晚上？我觉得眼睛有点冷，眼睛看不见了，所以你要牵着我。我让你在心里住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可真是最大方的房东。交房租？那你可是欠了我很多房租的。那以后再慢慢还。大美人，要不要去黑衣器器的电影院里摸摸小手啊？好累，充电。菜菜，你是忘了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怪不好意思。好吧，好吧。你给刚刚的电影打多少分？电影本身50分，但是因为旁边坐的人，所以我给他100分。嚷嚷，你不知道看了什么奇花大姐出现在你家门口。嚷嚷，我要抱抱。